保有您三约魂。用你的绝招，我以后绝对躲不掉。第二魂技，飞鸿斩。这招与他的第一魂技看起来差不多，但威力更强。故技重施，这就是你的绝招。好天真！这个飞鸿斩可以在空中回旋，怎么办？管你一众空中，唐门身法，哼，可惜没用。那个家伙是躲不掉。南门允儿的飞鸿斩不仅可以在空中改变方向，绕开防御，最重要的一点，它具有锁定目标的效果。看来这个飞鸿斩一旦锁定目标，就会无休无止的攻击，直到南门允儿魂力耗尽。但是每天第三魂技的增幅，他的魂力会源源不断。第一魂技，灵魂冲击。起了反击，试试。第二魂技，邪神之光。潇潇，不要让其他人看到我和王东。王东，我们会施展魂融合技。哎，里面怎么了？什么也看不清啊。是，我融合不了。